是林怡，今天我们要拍的是《水月之恋》刀子，这是我第一张画的。欢迎的，就在里面画的，这样就可以看到。好，现在我要画第二张，开始画了。那你要涂颜色吗？我想刚开始的比较好。哦，两只画的不一样，表示都是自己画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要涂颜色是涂这只，对不对？嗯，涂颜色的话是涂这只。这是昨天白爱猫送的蜡笔哈。嗯。要涂头发的部分。拜拜，记得订阅我的米豆子呢。